小弟是经营房事20余载，素闻这梁山是风水宝地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啊。今日启程匆忙啊，略备薄礼，奉上这白银300万两，是求入我梁山啊。这是殿内金莲，跟随小弟多年，行文颇有文采，办事亦稳妥周全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是颇得房事之精髓。人秘书，这不合适吧？哎呦，金莲妹妹，梁山此道路不好走，看你受轻了。妹妹啊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私人秘书了。他成你小命了，那我干嘛去啊我？我说吴总裁，哥哥我天天盯着你的鞋拔子脸看，也该让我合合口味的吧。这可真是情义千金，不敌胸无四两啊。我看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啊。现在我宣布，由西门庆担任我梁山第二把交椅。西门庆这个淫人妻女的奸贼，怎能做得了梁山第二把交椅？就是啊，宋大哥，你玩我是吧？啊，我这样那么辛苦，干嘛呢？卖萌呢？哎呦，师弟，认真你就输了啊！人生在世，短短几十年，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来得更实在啊？啊！兄弟们，千万不要伤和气。冲动是魔鬼，大家消消气。听我慢慢解释。宋江，这梁山男人秀摆明了有三个评委，就算你宋江答应我入云龙公孙胜，也要投反对票。领教头现在不在，如果领教头在也投反对票的话，那西门这厮入住梁山就是功过，潘金莲这个骚货也得收拾了裹脚不走人。对，哪能宋江你一个人说了算？梁山电视台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简讯。
如今真是我梁山多事之秋。先是朝天王事业未尽，中道崩殂，既知卢俊义同志因功殉职，如今我梁山又一重要功臣，闻名海内外的武术大师、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水泊梁山的忠实战士林冲同志，昨天因误食过量巴豆，人气大量外泄，身体急虚，终至不治，于十分钟前抢救无效，不幸去世。林冲死了，贤弟啊！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刚刚公布选秀，林哥哥今天就死了。宋江，你得给众兄弟一个，听明白了吗？证据，证据，莫说证据，这收据我都有。列位请看，这是什么？八斗十斤。列位请再看，这底下数的是谁人的名字？宋三公。瞧你的坑爹的眼睛，这是宋江。一张收据而已，不以为证。宋江，看来我只好使出我的杀手锏了。还好我平日里对你有所提防，这宋江，你让罪恶的朝廷勾结，意欲归降朝廷，这就是那朝廷给那宋江的招安密信。什么？你冲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要狗血喷人，你才是真狗血！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无用，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。表面上给那宋江当状，实则暗中寻找机会扳倒宋江，保护我朝大哥打下的江山基业。这么些年，我这个卧底当得苦啊！吴兄，错怪你一片良苦用心了，贫道在这里向你道不是了。你这一身正气，为我梁山潜伏多年，这第二把交椅，这第一把交椅非你莫属啊！不是，莫要推辞。别，各位兄弟，吴某不才，没有多么宏伟的治国韬略，也不可能顷刻之间改变我大宋的面貌。但是这些年来，风声雨声读书声，我是声声入耳。家事国事天下事，我是事事关心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梁山的现状。我相信在各位的监督下，我一定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面洁身自好，坚持原则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。当然也信。吴用哥哥英明神武，保护我梁山，佑我圣徒，千秋万代一统江湖。吴哥哥，那西门庆他溜了，带我前去捉拿。贤弟呀、啊，
进城西门人呐！明年今天就是他们的忌日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啊，这个骚货如何处置？让我一掌劈了他！哎，吃饭。潘金莲也是劳苦大众、无产阶级之中的一员，本性纯良无害。若非受到宋江、西门二人的蛊惑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这般境地。你呢，要看到人家金莲的内在，内在，你懂吗？至于今年的教育工作，就由我吴用来承担了。这300万两银票，大可作为我梁山崛起的革命经费嘛。现在看来，我水泊梁山的形势一变大好了。观今日大宋之江山，外有蛮族侵扰，内汤楚霸，是民不聊生，国势渐衰呀。哥哥说的是啊。相比之下，看我水泊梁山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形势一片大差呀，金莲啊，你一直跟在我左右，要说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比起那朝廷，我梁山是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要权没权，要人没人。啊、哦！吴哥哥，且放宽心，咱这梁山第二把交椅不是还空着呢吗？我有那，要不我们就再来这一次梁山达人秀。给大家